涉外的 FOX 为一线型函数，所有其读音通过点三那个负那个三负还有负一七的函数外等于二 FOX， 二 FOX 加一之图形与两轴所有的外墙面积为方框。然后他说图形通过三负还有负一二七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代入 y 等于 x 加 b 的公式，然后开始点出 a 等于负三 ，b 等于四，对 ，f(x) 等于负三 x 加四，然后我们再设一个新的 y 叫做 g(x) 等于二 f of x 加幺。对，把这个 f of x 带进去，就得到二负三 x 加一加四，算出来 y 会等于负六 x 加二。所以我们把的与两轴面积的与两轴的交点带进去，然后算三角形面积的公式，就是底乘高除以二，所以答案就是三分之一。